直向你走了上去，我也想知道你的难处，也许只是几句话的安抚。如果你愿意卸下心头的包袱，我们就静静地聊聊在这个下午。是的，都有生活里的难题，是啊，有时总觉得迈不过去。听一听我说，听一听你说，还是得相信明天会好的。我为何把手伸给了你，我也接受过陌生人的好意，你知道吗，我也曾是你得到过不相识的暖意。我为何把手伸给了你，我知道幸福出自一种机遇，所以该是我说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可以关心你。通事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，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。